试一下。曾祥辉，你要不要我跟你分？他们都以为我在卖糯玉米。啊，这个糯玉米这么贵。他说吃了拉肚子。人家这个是水果玉米。牛奶水果玉米。很好吃哦。甜吗？好吃吗？甜不甜？嗯。好吃吗？都咬几口了，都不甜。我喜欢吃玉米的。甜不甜？啊，好吃吧？好吃到不想说话。好吃到不想说话，就动嘴巴就行了。吃起来有股淡淡的牛奶的味道，你吃一口嘛。生的，生的，这个是水果玉米。你弟弟吃的，你看。你看弟弟吃，你看弟弟吃。甜甜的，你吃。啊，是吧？像像吃水果一样。生的，甜不甜？我问你，我就问你甜不甜？嗯，你就不说，你就是干的。你刚以为吃不了的喽，刚刚以为都是真的吃不了。这个是水果玉米，吃起来有股那个水果牛奶的那个味道，汁很多是吧？好甜。嗯，我第一次吃，我说这个没吃过。我以为是有点像我们煲汤那个，不是不是不是那种玉米的味道，我以为是像那完全它不像是吃玉米，就是吃水果一样。你看弟弟吃的甜不甜？弟弟都吃完了，好吃吗？不好吃，不好吃，不好吃，你一直吃。老师不要问他。哦，不好吃就自己偷偷在那里吃。哎，叫某个人上反调了。跟我们这种糯玉米不一样，我们这种糯玉米只有当天现摘现煮的才好吃，过了夜里哪怕留再多叶子它都这个就是它的特点，这种它可以留好几天的，都还这么甜，是吧？有的老多天了，你们圆圆哥又送娃娃给你，他们都好喜欢他呀，嗯，小朋友都悄悄喜欢小雨，乐乐哥也送你一个娃娃哦，碰一下，和哥哥碰一下。我好像看到火花开了，你看。那个不会下去。就算冷下去也不下去，可能有好多虫。晚上蚊子多。你在玩脚脚啊？嗯。它想翻起来，你看。会，会找。加油。会找。爪子。难跳呀，他抖呀就。终于能坐稳了是吧？他是没坐多久了吧？好像是最近才坐稳的。之前坐了就是坐一会儿就倒了，昨天晚上今天晚上都坐的比较久。瞧，在这里。杭表哥的这个叫什么琴？不知道，敲琴。好了吗？来，那敲给妈妈看。嗯，打哪里？等一下打你头。打到自己的头，你就哭。来，爸爸教你敲。哆来咪发嗦拉西哆。啊。爸爸教你敲。他不听我讲，他只会左右摆，还不会上下也念错。我要敲给你听吧，嗯，看到不？这个没有了，是后面的声音了。因为我听到。你奶奶那个时候敲给航航听的是敲的是一三一三亮晶晶，很有节奏的。想就得了。你妈妈音都敲不出来，她教你那种，她教你那种五音不全。爸爸还能来两个老虎子，你别把人家的音乐细胞搞乱了哦。你说我音乐天赋都被你磨灭了。我自己来哦，那你自己来。嗯，拿着琴起来。嗯，敲。还不会玩。还不会玩哦，等大一点，年底就会敲了，像你行表哥一样哦。